家宴。艺人柯佳燕出席活动，大方承认恋情稳定，但是不是会跟上闪婚潮？她说的保守。目前因为没有结婚的打算，现在恋情还蛮稳定的。害羞啊！我跟你拼了！新戏十一月才刚上映，粉丝反应热烈，柯佳燕也喊话要同剧组演员先加码演出。2.5，我觉得等那个怀秋穿完天鹅装的时候，我再来想之后要做什么。喂喂，郝胜男，你给我听好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戏中饰演女强人，咬牙切齿，为了抢到一切不择手段，跟过去清新形象实在差很大。拍得不错。我应该会考虑把这张照片留着，让他跟我一起去纽约。从小配角翻身当红女星，人气跟着水涨船高。谈到理财，她说绝对不能冲动购物，就尽量把钱花在刀口上好了。除了生活必需品，如果你是今天要去抱着一个购物的心情消费的话，也不要太冲动。景气差，一人共体时间分享省钱术，就希望小钱也能积少成多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